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下厨做了一道酱鹌鹑蛋，然后收到了一些朋友的询问，想知道这道菜的具体做法。今天我就派我李哥下厨，把这个教程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有坏的了？肯定有，我每次买鹌鹑蛋都有坏的。毛毛，过来扒鹌鹑蛋呢。这活他能干。上次做就是萌萌帮我们扒的鹌鹑蛋。有熟的了，你看扒蛋，你直接吃它吧。除了鹌鹑蛋之外呢，要准备的菜就是这些。这个是苏子叶，然后辣椒，还有一些白玉菇。不香啊。扒好的鹌鹑蛋，给它加上水，一勺的白糖，少许的老抽、生抽，一勺的牛肉粉，然后开小火给它煮上10分钟左右。现在再放入白玉菇，还有青椒。然后再盖上盖，再给它炖上10分钟左右。再给它加点苏子叶。